笑容，我放着没在听那榜单的旋律，悠悠的为何忙的情绪，也许是吧，但谁也不是这样，不那么真，有点假呢，长大就是该这样活着就好，回到家了，算了。下了，我好累，打开冰箱安慰，到家了又是一个人，哦哦，对自己说辛苦了，谁也不是这样，但过程中我仍相信这些痕迹都让我变得更加美丽，我回到家了。